네. 김성수님. 하나는 생일만으로 했으니까 무게는 네. 좀 많을 거예요. 들고 갔을 때 조심해주세요. 감사합니다. 嗨，大家，今天出任务，因为我今天要陪堂妹的妈妈还有妈妈的朋友们出来玩，所以我今天是他们的摄影师加导游。然后我现在要去堂妹打工的店里吃东西，这样，待会见喽。 没手嗨翻，今天是首尔的第二间 Blue Bottle， 所以刚开没多久，人很多，排了大概15分钟左右，觉得还蛮好喝的啦，但是价格有点小贵，就是以首尔市区的咖啡来说，就体验一次看看就好了。 예쁘네 오늘 소개해주세요 이거 뭐예요? 이거는 香菇红豆，这个是红豆，然后呢这个是地瓜，然后地瓜在红豆里面都有红豆，所以不会甜，嗯，好吃。 好可爱哦，它是景福宫形状的耶。今天点红豆的，刚好帅，皮很脆。 去吃这里蛮有名的一个年糕屋，这样，然后吃完可能会去唱的风，听导览，参观里面的风景。拜，再见喽。嗨，阿姨们，我才刚买没多久，阿姨们，好吃，今天开心吗？ 昨天看天气预报，今天会下雨，结果今天天气超级好，热，很幸运。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去吃饭了，要去吃年糕锅。我们本来要去吃年糕锅的，不过面包店的老板娘推荐我们这间生鸡蛋，所以我们就来。刚好阿姨们有些没有吃过生鸡汤，所以我们想，那我们就来吃吃看，等一下再跟你们说好不好吃。 你们只有4根，大家喝点开心。嗯，嗯。
鸡汤好喝，觉得跟卤竹春的感觉不太一样，是虽然看起来比较油一点，但它的汤比土竹村再清淡一点，我觉得。我昨天刚好是这里的什么不忘记了，就是要吃胜利汤的季节，所以刚好有配合到，很不错。对，没有。嗨 ，Hello， 嗨，要拿掉。问这道后面的人，导游兼摄影师带团出发，赞。王美仙女们，请移驾。已经摆好 pose 在等我了，来来来，很会很会，来摆 pose， 一二三，哇，好累。不要看那群五十几岁的妈妈，她们超能走的，比我还能走，而且看到各种美丽的地方，啊，来拍照，真的体力超强，我好累。但我觉得她们真的很棒，因为她们是一群从高中就认识到现在的朋友，然后就是每年几乎都会相约出国一起玩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对，然后呢，我要稍作休息一下，继续帮王美妈妈们拍照。然后等一下带他们去昌德宫听导览，然后要去蜜月里面拍完美照。好，待会见喽。妈妈们的体力依旧非常的好，是我好累。然后呢，在我去年十一月，不对，前年十一月有来过一次，那时候就是为了看枫叶，然后穿了美美的韩服，可是超级冷。对，所以我们那时候走到一半就说身体不舒服，先回去。这里其实要全程听完的。好，现在夏天是荷花，给大家看荷花。这边。Before three mountains, the building is pond, and the building is called Edensha, which means a lot of lotus flowers. 这里超大，然后仙女妈妈们终于美丽的，我们早就累了，他们现在终于也累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脱队中。刚才说我们坏话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我没有说你们坏话，他只是替我们解释而已。我们现在努力跟上队伍中，没办法，天气太热了。我觉得没有这么热的话，大家体力一定都很好的。不错不错。这个是用 fire sweet 的这个 paper， 而且它是 metal。真的太累了，今天我觉得今天走了很多步，可是我刚看计步器才9000多而已耶，不到10000。那我不得不称赞我脚上这双凉鞋，它真的很好走，我到现在完全不觉得脚痛，虽然它是有跟的，但真的很好走。然后呢，现在每到一个导览的地方我都坐下，因为真的好累哦，就是天气真的太热了，整个力气都没有了，然后流了很多汗。我觉得今年的首尔的夏天一定会很可怕，去年已经非常可怕，我觉得今年一定会比去年还热，有心理准备。然后现在又是休息时间，然后仙女妈妈们不知道去哪里了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再去找他们。哎，回来了，导览结束了，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短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这里真的建议大家秋天再来，因为秋天会有枫叶，然后就是橘橘红红黄黄的，整个景色真的比较美。因为你们现在夏天是荷花，可是树也是绿的，荷花也是绿的，我觉得没有那么好看，还是我们看的时候花还没开吧。
所以我觉得很可惜，就是加上天气又热，所以仙女妈妈们都没有兴致拍照，因为他们觉得景色就是很普通，就是像大自然那样子。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秋天再来，然后可能十一月初、十一月中吧。那如果天气没有那么寒冷的话，可以穿个寒服，我觉得会很有味道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应该是最后一个行程，要带他们去吃饭，然后预计是吃宏大的猪脚，因为他有些妈妈们没有吃过猪脚，带他们去吃猪脚，吃完猪脚就送他们回家，然后我要去直播，很忙很累的一天，那我们等一下见咯。家猪脚真的还蛮好吃的，然后台湾也蛮有名的，很多人来宏大都会吃这里的猪脚，然后我觉得台湾的猪脚跟这里的猪脚不太一样，因为这里都会弄得比较甜一点，然后它的皮就是 QQ 的，不会像台湾一样那么软烂，所以我第一次吃有惊艳到。我们今天点的是蒜味的口味，它的猪皮很 Q， 它跟台湾那种糯糯的感觉不一样，我觉得很好吃。不过很有趣，很好玩。那今天的 vlog 就到这边咯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我们就下一个 vlog 再见。